路兵啊！他们如果从这里上线，把他往那里逼，结束。我不是来瞎胡闹的，无论生死。 这都中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Jump, jump. 我主要我睡了15个小时。 你他妈哥们去那去的什么意思呢？ 你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按键不 Q。哎，坏了，没吃到这个钱。把，我来把泽利钢笔瓷器上，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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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玩快玩快玩！我操，他妈的这个套路不玩真的恶心，他这套路不玩真的是对不起这两个。 这两个装备真的太牛逼了，输了只能是队友不行，不可能这些装备有问题，装备太屌了。早上玩感觉没那么爽，可能是思路有问题吧，或者操作有问题。是钢币还钢币绿茶巨猛，所以天赋这样点，天赞带血统的。 钢币就是青龙刀，放大加35%的攻速。赵连锤。
太晚了。这样子冷静，我才意识到我他妈攻速太慢了。什么不会？什么不会？是因为我1300块钱，1300肯定买现代的。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吧。如果对面 ADC Zeri， 我就那个了，我就先写字。有谁有计划吗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然后没个事，大招快，大招快就是任性。贴墙了，怎么不 Q 呢？的意思绝不留下完整的石头。非逼我开大，上当了，还上当了，这炮怎么可能会被你杀呢？小笨蛋，回家喽，100%，他跑图好，跑图太多了。
啥？忘了，上面结束，大圣子攻是只有一点一点几，只有1.2左右。只有加这么多攻势，绿茶加了35，加30，加20，加了50的，加了接近50，40多的攻击力。 我们得给他点面子。哇，泽利打他们两个很好打的，泽利怕他们爆发高，或者双消耗。至少我觉得这个强度可以不老去，够的。 击败你的只有队友。啊？真假？ 他这个版本是不是才能叠 A 兵叠啊？以前是不是只能 A 现在这两个装备相当于以前的盾弓加绿叉，盾弓绿叉一样的。
我他妈不想在这个地方反复横跳了，我操了，一会晋级，一会失败，一会晋级。